耶，把衣服拿去洗啦。干嘛啦？黄庆迪，把衣服拿去洗。闭嘴吧！黄庆迪，你这样跟你妈讲话，有没有礼貌？看什么看？没事啦，臭小孩而已。再这样试试看。拿进去，哎，把鸡蛋拿进去，拿好。等一下跟你妈道歉，知不知道？珍珍，这我的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没关系，我一起弄啊。嗯，不用。干嘛要帮他们洗啊？大家都在忙，顺便啊。可是你越顺便，大家就越不会自己洗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一个家本来就是要有人做这些事情的。时间不早了，赶快去睡了。啊、oh.。